喂，你好，我陈诗玉。午间气象时间，快来关心天气。今天台湾上空因为云量比较少的关系，所以全台各地其实都是一个相对闷热的天气状况。很多地方呢，其实在现在都已经出现了像是这样热到发红的情形。整体来讲，今天全台各地的高温都可以来到31到35、36度上下。其中啊，现在像是在大武呢，其实高温已经飙上了37度了。今天我们要特别提醒，像是在台北，还有整个云林以南以及花东地区，一共9个县市，气象局都已经发布了36度的高温黄灯。这些地方其实在今天都有机会飙上36度以上的极端高温状况，所以真的要提醒您，外出一定要记得多喝水，要小心不要中暑了。而且外出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，就是请您一定要记得做好防晒工作。尤其正中午这个时间点，外头的紫外线真的非常的毒辣。很多地方呢，其实现在紫外线是来到像是这样的红色过量级，而更多地方其实现在都已经来到了紫爆的危险级。大太阳底下一样，15到20分钟很可能就会晒伤了，所以我们再次提醒您哦，外出记得做好防晒，而且可以的话下午2点之前尽量避免从事户外活动。而在午后降雨来讲，其实昨天一场午后大雷雨，很多地方都有陆续传出淹水的灾情。剧烈发展天气的状况之下呢，像是在台北的北投、南投、国姓，昨天下半天时雨量都一度来到有72毫米的情形。不过好在今天整个太平洋高压势力比较增强了，所以整个降雨的范围还有强度都会略微缩小，不过各地的山区还是要注意，可能会有些局部大雨的状况，要等到明天各地天气才会进一步更加稳定，各地维持多云到晴。最后一起来关心今天各地更详细的温度预测。今天北台湾还是要格外注意呢，午后有一些热对流发展起来，还是不排除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雷阵雨，而且局部地区呢还是有机会出现一些较大雨势状况，所以外出最好都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。中部地区今天要特别提醒的是，在云林还有南投，降雨几率下半天来到了60%到70%，不过温度来讲都很闷热，温度落在31到34、35度左右。南台湾今天降雨几率相对比较偏低一些，些微的10%到20%，不过温度上来讲，感受上比较闷热一些，屏东高温有机会来到36、37度。东半部地区宜兰今天下半天要留意会有些午后雷阵雨状况，各地温度落在31到35度左右。外岛地区连江29到32度，金门29到33度，澎湖温度29到33度。好，最后小叮咛再次提醒您，一直有提到今天各地都是一个闷热的状况，所以外出请您一定要记得多多的补充水分，而且要做好防晒工作。不过中午过后，特别是到山区活动的话，还是要慎防午后雷阵雨来袭，可能会有局部大雨，到山上活动要格外注意安全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预报。